刚刚那贺军翔一直笑人家，你又找到一个贺军翔好笑的，你怎么老是太有名了？不要再播了。上身是冬天，下身是夏天的。哦，贺军翔，贺小美。不是，其实你怎么这么多泳池？陈小美，其实每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拍这样子的，你还不错，所以大家才一直让你拍这样。其实人谁没有过去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黑的裤子里面还反白出来，不是？其实我们那时候拍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觉得，因为当 model 嘛，那他一些服装啊，一些都是大牌子，那我觉得在拍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很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。年纪大了不能再看这种，鼻血都快流出来了。这个是你吗？哎，对，你看多饱满，有做什么防护措施吗？防护措施怎么说？就是有多穿几件啊，就是、有些男生是会就是用卫生纸啊，那个、或者什么把它没有，因为那个东西，像那些产品是厂商的嘛，那我们当然里面要穿一个自己的东西在，对，就自己的内裤在里面，自己内裤在里面，对啊，哦、所以我没有啦，其实。每个人体型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的，就是这样。对，我看出来。你多久以前拍的？两三年前。两三年，这个也是你吗？两三年，对了，都是我呀，好了，够了啦，关起来了。不是，不是笑，你是觉得很棒哎。不是的呀，哎，那我送一本给你啊。你先把它怪起来，送了一本回家慢慢看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你这边的都很正啊，你刚刚有一张为什么是歪的？是左派。没有刻意啦，那个很自然。嗯，就为什么？没有瞧好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你不要再翻了啦！为什么你就对了啦？好了好了，对不起，好了。光姐。不问了，不问了啦。好了。